明顯一號嚟嘅專一直路嘅時候啦，因為孖寶咧擺脱咗斗前啦，跟住咧喺個第二位就半茂彩虹，裏面打緊上嚟咧，仲有一批係郭金軒嚟嘅，外面就白龍區啊，去到最後大約百零米嘅時候，前面咧就鬥緊係呢匹喜運孖寶鬥緊半茂彩虹，第三上嚟咧就係郭金軒，第一名咧就係呢一匹。